日全食演天王星的天文奇景在今天晚间登场了。台北市立天文馆和气象局等单位都提供了同步直播。从台南的直播画面显示，傍晚5:09开始出现的初窥，6:16血月的暗红色月球现身，7:00到8:00之间会持续上演难得一见的血月遮天王星的奇景。天文馆是指出，大约是到晚间9:57，月球才会完全恢复成原本的亮度。而过程当中，血月将会在夜空上高悬长达1小时26分钟。气象局则指出，考量到气象的因素，从台南到新竹比较可以有机会赏到血月，北北基和宜兰因为一整天都有雨势，没有机会可以一睹这一个天文奇景。